就一直受到网友们的关注。郑爽所演出的每一部作品都获得了很高的收视率，这两年也陆续开始参加综艺节目的录制。最近郑爽又有一档综艺节目要上映了，而且还是未播先火。不过郑爽的这部综艺节目却跟杨颖的一档综艺节目有点雷同，而且郑爽跟杨颖也都是节目中唯一的女星。郑爽的这部综艺节目是这就是铁甲，而杨颖录制的综艺节目叫做机器人争霸，两档综艺节目的题材也都很相似。因为两档综艺节目的题材相似，所以难免会被放在一起做比较。在这就是铁甲中，郑爽将搭档张一山跟吴尊担当节目的战队经理人，一个属于搞怪型，一个是沉稳的酷男，不知道在节目中跟郑爽搭档会有什么样的看点呢？而机器人争霸由杨颖、李晨、林更新和盛一伦担任明星团长，两档综艺节目都是机器人格斗类为主题，郑爽跟杨颖又都是节目中唯一的女嘉宾，所以有点隔空打擂台的架势，不知道你们更期待谁所担任嘉宾的综艺节目呢？